后这块碑、哦、叫做淡北育婴堂。这块默默立在万华仁济医院大门旁的石碑，见证台湾北部最早育幼院的历史。华人社会里面哦，强调重男轻女，比较没钱的，但是他又不想牺牲女儿，对，他可能上偶人家做媳妇啊。啊，第三种哦是很普遍哦，你看一百多年前哦，大概家里他只需要男生，女生没有，对不对哦？送给别人，别人也不要，对不对哦？他只好带到淡水河岸。给他赌个戏。1870年同治九年，淡水同知陈培贵号召当地士绅捐助设立淡北育婴堂，是北部最早官设育幼院。日治时期，日本政府合并了北部一些社福和安养单位，成了仁济堂，是现今仁济医院的前身。国民政府年代因战乱，各地育幼院里的已不全是弃婴，而是失户的孤儿居多。我27年哈。卢沟桥事变啊，那时候有一位美国的基督徒，他就是发现在断岩残壁当中有一个妈妈呢已经过世了，可是她怀中有一个婴儿，那个婴儿仍然有气息，所以他就把那个婴儿带回家养，那就后来就越养越多哦，那他就回到美国，然后去募款，就成立一个叫中国儿童基金会。1950年，中国儿童基金会也是台湾家福基金会的前身，开始在台湾成立家庭式育幼院，也是台湾第一个推广家庭式寄养的社福机构。育幼院的孩子大概会是几种情况，就是说弃婴。或者是孩子本身有缺陷，然后就被这个亲人啊妈妈丢在育幼院的门口，或者是医院，医院的某一个地方，然后孩子就被送到这个育婴所来。这几年的育幼院就不一样，他有这个家暴啦，或者是受虐的孩子啊，或者是单亲家庭。穿衣服，我们去呆猫哥哥还有奇丫丫哦，哈，好，来，1、2、3，妈，来，我们收玩具。郭佩如是家福基金会的寄养妈妈，这是她的第11个孩子。我们要出去玩玩呢，去呆猫哥哥回来哦。生完老二后，开始带寄养童，从2005年开始，直到现在，就跟是买种子一样啊，对呀、啊。种子到最后你这样灌溉，它总有一天它会发芽这样子啊。估计台湾每年有2000到2500位需要寄养的孩子，占了全国70%寄养服务的家福基金会发现，寄养家庭数正在逐年下降。2018年，目前到11月份为止，1到11月，其实我们是呈现打平而已，但在前一个年度。我们只有70个寄养家庭新增，但是有79个寄养家庭是退出的。2017年是我们第一次负成长的。台湾的出养目前只能由政府立案许可的收出养媒合服务团体来办理，生活由养父母负责，政府不再补助。一些特殊状况的孩子更难出养。这是一个生命，这是他的一生。好，如果说能够让已经很倒霉，好像已经第一次不幸的遭遇，就生在一个不对的家庭，那让他能够有第二次的机会，好好平安健康的长大，我觉得这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！每个年代不幸的都会有无家可归的孩子，孩子背后的故事都不一样，但对于家的渴望却是不变的。政策还有进步的空间，但民众对于收养概念的改观，也会让这些等家的孩子更快找到属于他们的新家。